自己化妆品大大小小也有一大堆了，有些确实会时时刻刻准备在身边。这里我来说说几样我特别喜欢的。兰蔻气垫 CC， 一款特别轻薄水润的气垫。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自然伪素颜妆感的妹子，你一定会喜欢它。它会和你皮肤融合得很好，哪怕持妆几个小时后妆掉了，都是很自然的，近看都不怕。NARS 高潮，化妆的妹子们，我一定推荐你们入的腮红。其实刚开始没给我太惊艳的感觉，但越用越觉得怎么这么自然，怎么这么好看，粉粉嫩嫩的，里面带着细闪，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好看。 MAC Breakout Log 是用最频繁的口红，太多红棕色、橘色、番茄色口红之后，还是发现平平淡淡的豆沙色才是真爱。如果你缺一支素颜口红，入它吧，上嘴存在感很低，持久度好，质地不干。 Fenty Beauty Amber 之前看别人的视频就觉得很神奇，涂那么狠，最后还能呈现那么自然的效果，入了才知道，不愧是世界上最好用的修容，很好推开，颜色不重，很自然的阴影。手残党请来把它带回家吧。 END